怎么可能让你失望？来，我们上加法。我要现场告诉大家怎么样 cosplay 秋，上加法上加法，先上个发型师来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的发型师，他叫 Hello. 他叫祥子，祥子，我们平时怎么样戴假发的？我们来演示一下，演示一下，你手上这是什么嘞？是个发网，是个发网，先套到脖子上。然后来到这儿，这里，哎，就是这样子，把所有的头发放到这个发网里边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现在戴发网好丑，所以你们老是用这些火箭遮住我的头啊？啊？什么叫什么？好，来，然后呢？塞到这个发网里边以后，我们要把它揉均匀。揉均匀，不然的话头会很大。好，揉均匀了，然后夹一个卡子把它夹紧。我这里可以分享一下，我在 MV 拍摄的过程当中很搞笑，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夹漏了几个卡子，那个发夹。然后有一幕我在跟这个男主角，这个 Hell 的这个男演员一起演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要吵架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在那边扔帽子，然后整顶帽子我这么好，以为自己很帅哦，这么掀起来，然后这么一扔，结果全场大笑，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结果我发现我把我自己的头发给扔出来了，整个假发一起扔出来了。我回头如果找到有那个花絮照片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。那发出来还是不要发出来了吧？发出来这种我以后没有形象啊，你们。保护我形象行吗？好，然后嘿嘿，短发 MV 里边的秋的造型就是这样。再往后转一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秋。然后秋还有一顶帽子。好，给大家展示一下秋。cosplay 完成是不是很快嘞？然后有时候如果想要让它稍微露点耳朵，显得清秀一点点，好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完成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什么右边看起来有点秃？你咋看出来有点秃啊？右边哪里有点秃啊？你哪里看出来的呀？我在干嘛？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我在干嘛。我在模仿我的 MV 里边我自己演的角色秋，懂吗 ？cosplay 我自己，懂吗？好了。那我请问一下祥子哥哥，你想要留在这个房间里边，还是你要现在就要离我而去？我现在就离你而去了。好的，那离你而去了。再见。再见。